搞毛线，你要不要过来一点？我要过去一点。哎呦，我的床怎么了？刚开始是录到我了吗？没事，没有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刚开始没事。但是我的流很重啊。你知道他赵元俊有一次过年的时候直播，然后扫到我的床，粉丝还写了干嘛喽？然后我就看我床上我的衣服、他的衣服还有垃圾。哎，这个灯我想用一下，我买了个新灯，没咋用过。为什么感觉？哎，你说我这个牛仔外套是不是不好看？我刚才试了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这它现在有电吗？这个要怎么用？就是，你知道怎么用吗？哎，哇哇哇！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我回去想买一个你的同款台灯。想买吧，可好用了。有啥区别啊？就是你看会亮，你没发现吗？就是它这个亮的很自然啊。你看，我觉得还是没有你的台灯打的光好看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倒是打。就这样。看见没？它这个台灯还是好用一些。你把你那个摘了吧，不然有点。哇。这样怎么样？哎呀，过来。嗯，好看。很棒哦。我们在开 party。两倍速啊，对，我记得我们今天公演跳了两倍速的舞。什么叫两倍速？就是你没有看，就是韩国那些综艺，那个一周的偶像，哦，就是两对加快两倍速，然后不是跳了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哎。潮流冠军嘛，然后到那个地方，客人会露出，就是潮流，就是你知道那个，就是我们上春晚的时候跳的那个舞，潮流冠军，是把潮流冠军和别的队的舞，没有，是把那个潮流冠军和别的队的舞就是混在一起的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然后那个舞跳惯了，跳了潮流冠军，跳着跳着忘记掉不会跳了，就跳到就是明明感觉。是知道下一个就是已经忘记掉和春晚的舞已经混在一起了。哦，他为什么把油条和那个混在一起了？油条应该自己放才对。因为我的口吃了，吃吧。好饿。晚上真的是一口东西都没吃，饿死我了。光看他筷子前就是吃东西之前这样就可以录了，没有味道，不可能。真的。床好乱，我这不正收着吗？可是我这头发是摸了电门嘛。干什么喽？我这头发就是这个冬瓜好难吃啊！我觉得它这个没有颜色，一看就不好吃。嗯，它不能吃辣。巨难吃，什么鬼？没有。其实本来发型挺好看的，就是可能现在跳舞跳乱了。对，跳舞跳乱了。这个头发你知道抹了多少发胶吗？真是的。抹发胶抹多了容易秃。真假的？真的。完了完了，拍戏还是要喷发胶。嗯。对，就是被丹妮前辈怼的。万恶之源，说的很没错。啊！插兔公演上提到我了，啥时候呀？艾特我一下，说我啥了？谁说的？我这不有刘海吗？为什么看出来我秃了？哎呀，你这个都泡弄了。对呀、啊，什么叫泡弄啊？就是软了。你是不是说了一句方言？不是啊，这个弄了，你们都不这样说吗？我们那边说泡化。说我刘海没了，哪有？你们不觉得他没刘海好看一点吗？可能他们粉丝就只喜欢刘海，而不是喜欢谁吧。他们是喜欢刘海，有一个人姓刘，然后名没化妆，没化妆，所以大家都想要看刘海。刘海不在，就得看你们的刘海。因为江俊宇天天说，你剪了这个刘海，难看死了，你干嘛要剪刘海？我们走皮皮裙。深夜报社，感觉我是一个段子手。是的，是的。大家都喜欢刘海。你吃这个吗？这个好吃。嗯，我看着就不想吃。
但冬瓜是真的难吃，豆芽还挺好吃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因为我工业完好饿，我晚饭就只吃了一盒草莓。哎，刘姨，你去那个，下次去工业一定要点草莓，草莓老好吃。我昨天就点草莓加葡萄。最近的草莓比较好吃，好像。草莓又大又甜。刷一下存在感。但你在后面上也有一坨黑黑的。不要这么说。回忆专用小马甲。深夜直播，我一般都是工业完才直播，因为不能辜负了今天化的妆。都是这么想的。对呀、啊。不是有味道吗？这个感觉一点变化都没有、啊。超好吃！我跟你讲，你吃油条吗？真的超好吃。嗯、点麻辣烫一定要吃油条。要不要尝一个？对。真的吃油条，油条超好吃！快点吃油条。真的很好吃吗？真的很好吃，骗你，我是小狗。生日快乐！你今天不是我生日，我生日早着呢。因为我没化妆啊，这还用问？谁说我本来就是小狗？你们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狗吗？你们不要说见过，一定是没有的，那都是骗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嗯，好吃。见过，大脚婶是什么？你吗？嗯？你什么时候变大脚婶了？什么大脚婶？他们在说什么？什么梗听不懂？哎，你今天说自己这个人长得好看吗？嗯，谁呀、啊？我也不认识，但是就是金俊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金俊秀是韩国的一个艺人吗？我也觉得他名字很像韩国，就是韩国的一个艺人。嗯，但照片不是他，是吗？今天腿腿就是公演完之后不是坐下来吗？他看着我说：“你痘痘怎么没有了？”每次看直播你都在吃等着啊，14号情人节的直播，这个人我打算好丑呀，我打算给你们直播挑战大胃王，我要吃20、30、40个鸡翅。哎，来不来看？还挺好看的，他就是眼睛丑，你发现谁呀、啊？然后戴墨镜也不好看。你说的这个金俊秀好丑啊！对啊，说了。来不来？不来，不来出去。这个好像是演里面万机的，真假的？不化妆很憔悴。那对比太明显了，不要跟他同框。你有病、啊！我还戴上口罩吧。有毒了。十个鸡排不要，不要，鸡排不好吃，我要吃鸡翅。我想看，你自己开手机看啊。换个内容吗？那换什么呀？换什么呢？嗯，我就是跳舞跳累了，饿了才吃。他其实是来馋你们的，快点起床吃宵夜吧，一起吃啊，跟着我胖10斤。不，跟小贤一起吃宵夜，不你们不会长胖的。2倍速，不要再说2倍速这个梗了。哎，你就一直吃啊，让他们到时候把你吃的然后加成2倍速，你对、啊、很棒，把我吃的加成2倍速。那样看肯定特别搞笑。什么皮皮欠又是什么东西、啊、啥皮皮欠？皮皮欠是啥？皮皮虾。皮皮虾皮皮虾不还吃？皮皮欠不就不是不是皮皮虾不就是赖皮虾吗？皮皮虾不是吃的吗？哎，有人说我长得像王珞丹。对，有一直有人说我长得像王珞丹。哎，为什么也有人说我长得像？是吗？就是很早之前就有了，就一年之前就有人说我长得稀有的时候这样说。我想过去。他在旁边是笨笨。笨笨是谁啊？不知道。笨笨是谁啊？笨笨是皮皮虾的朋友吗？笨笨不是一个前辈吗？啊？谢天一又是谁啊？一个前辈了。
哦，你是真的笨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们说快让你室友开直播留言，啊，让我开，我没化妆。哦，笨笨是谢天意，谢天意。唐嫣像网络单吗？唐嫣像网络单吗？不像啊，不像啊，不像。我觉得他们都没有，他们都比我们团的人那个相仿系数低。谁？就网络单跟那个叫啥？网络单跟白百合才像呢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天哪！那可能我也，那可能我也是白百合吧。我要吐了，讨厌，哇，这个粉丝好好吃哦，不行了，我要爱上麻辣烫了。本来想点烧烤的，后来想想烧烤吃太多了。我今天看到那一桌子的炒菜我就想吐。下次去杭州带你吃个老好吃的火锅。好的，好的。嗯，瘦的比网络单漂亮。嗯，好的嘛，讨厌死啦！我和傅园慧像，这是谁说的？干得漂亮，是挺像的。我和傅园慧就性格像吧。嗯，使用洪荒之力吃麻辣烫。嗯，刘能干嘛？他们说让我走开，要看刘能。刘能没化妆。嗯，跟你们讲，我会照斯跳舞，下次公演给你们跳一个。哎，你今天有说你的尼古拉斯照斯吗？说了，太羞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抬不起头。我跟你讲，是他们，是刘莹逼我的，说让我一定要说尼古拉照斯。不说就不跟我睡觉。不说就不睡你，你为了躺好刘颖，不睡。说旁边是谁？开车了，开车了，注意啊！是他们的朋友，不是队里的，你们不认识，所以不要猜了。不然他们就开始一直猜，一直猜，疯了！赶紧下一个。赵四的舞技就是憋尿。哎呀，没电了。我今天站 C 位有些懵，我今天没有站 C 位啊，是不是傻？哎，我想买一个同款台灯，还要拍一个。这是哪个牌子？我也忘了。哪个牌子？你搜一下吧，我爸买的。这怎么算？就这样吧。哎呦！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电了？哎，我刚刚说了没电了，我还以为我这个没有电了，他们听不见，就噔噔噔，然后手机自己听得见。你会被怒？大哥偶像直播大哥金泰妍，他说你像金泰妍。对啊，有很多人都说我有刘海的时候，我们那个 snap 姐姐也老说金泰妍。他说他只喜欢金泰妍，来怼他。那你喜欢我吗？要是不喜欢我，哼！别老踢出去。来，夜蝶走起来。什么、啊？我过来。今天跟我啊？真的吗？真的炸毛了吗？孩子没有想多。徐艺人刚刚给我发私信说让我去他房间，我跟他说我吃完麻辣烫。其实我很想照一下这里面的我是啥样的，但是我算了。其实这个磨皮真的很，这个磨皮很棒哦，真的很溜，真的。你看看起来我就不是那么憔悴，眼袋都给磨没了。你俩人站着播。看不到了，没事。后面有两个黑面人，叫你去打麻将吗？那去不去啊，徐人？万一真叫我去打麻将，走啊去！哎，我们今晚不要睡了吧，反正我明天早上走。有毒啊！明天要上一节声乐，一节舞蹈课，不睡觉。
为什么强烈谴责？这就是丸子头。那谁知道你剪那个剪头发剪那么快？还挺好看，其实这样。我说吧，讨厌。反正都不知道我是谁，就可以这样。我又不露脸。我还真的有朋友去报了。八七生是一个超女，对，超女认识的一个朋友。真假的？真的选上了直播间。他就是收到通知啊，过几天来上海复试啥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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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
我想拉人当然没有提成。只有直播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美的。你在旁边直播？我不要，我什么播呀，还不播呀。小双，这个豆腐皮好吃，我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油条好吃。跟你讲，徐艺人太厉害了。徐艺人他最近就是把那个自己房间改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大的房间，地板全他自己一个人铺，厉害。我有胖啊，我怎么会没有胖？雷雷，你们明天早上几点钟去机场？9:30，8:00就。刘英，你起得来吗？你化妆吗？不化妆直接走就好了。你不化妆，但是就不要提东西。真的吗？MC 三真的太好玩，那个两倍速，你知道那个，你知道两倍速那个我嗨的那个镜吗？就是小宇宙刚开始有一段，就是慧们出来的那一段，老嗨了。请两倍速吃外卖，那我直接整个到嘴巴里了。哎，你两倍速说话。什么两倍速？两倍绕口令。这样，我们来个双簧，我说，然后你就张嘴巴就行了。绕口令。说啥？我反正我张嘴你就张啊，一二。那我咋知道你说啥？你就张就行，听见声音就张嘴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八了百了，标了兵了，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，兵了排了北了，边了跑，炮了兵了，八了百，炮了奔了碰。别上呀！你这真是，我看着你我就想笑，重来。你看着别看我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八了百了，标了兵了，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，兵了排了北了，边了跑，炮了兵了，怕了百了，标了兵了碰，标了兵了，怕了碰了，炮了兵了炮。这个双簧是不是很到位？很棒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一二，让我想想，先让我想想说了啥。让我想一下。从慢到快啊，从慢到快。来。
山前有四，坐下。一二三，开始。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，山后有44只石狮子。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射死了山后的44只石狮子。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不让山后的44棵石狮子射死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。山后的44棵紫色柿子树偏要射死全山前的。你能不能读得好？我太久没有练了。翻车了！我今天公演又翻车了。为什么？我忘了我自己要说什么了。啊！完了，我脑袋里面一直回想那首歌。来段报菜名。刘颖，他们问你，在房间里戴口罩是什么习惯？他吃的太香了，然后我怕我闻到想吃，所以我就戴口罩不让自己闻。啊！我不是让你报菜名吗？他们说报菜名。菜名啊，我可以说那个北京就是那个导游词，北京有哦，各位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，您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中国首都北京，北京有天安门、地安门、和平门、左我们东边门、西边门、腾东直门、西直门，真假的？我们地安门。我都忘了，之前就天天都背这些。我一个暑假吃了那么多腿，还比 Coco 一和潘燕琪的瘦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有人截图发给我的。真的是，我要是他们就揍你，我跟你说。油条真的太好吃了。谁说你第一次看我直播？我都看到你好几次了，你还跟我讲你第一次？哼！啊？好近视。是那个吗？我说你哎呦！所以今天晚上的某个人是被割了吗？对啊，他是被割了吗？对啊，我就提前跟他说了，我说他肯定很失望。你们别骗人了好吗？都知道你们不是第一次看。他我觉得也无所谓的样子，他要是多挽留几句，那我。可能还能想想爸啥的，真的。他就他说哦，那你有啥？那你随意吧。没有，他没说那你随意，他说那好吧，哎，他要见了你真的。Coco 一用3个秤，潘燕琪2个秤，我1个秤。耶！你在说啥呀？他们说称体重。另外两个。
行啊，我真的要笑出来了。你们快别夸他，他不正经。大家晚安。不吃了，我要减肥了。我觉得把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当化妆包挺好的，觉不觉得？啊，你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我随身能便携的小化妆包？这个吗？不是，哎，小的。我今天好像做了个 wink， 你们看到了吗？有，但是我里面装满了东西，你很需要吗？我过会儿我就上去找徐一人了。你们有餐巾纸吗？你们有餐巾纸吗？餐巾纸，哎，刚刚，哎，这手就很难。吃，哎呀，这我用过的，这面没用，你就用这面。我看看你买的，看。你去涂个。哎。你都不跟我说说什么好看的色号，你讨厌！我告诉你，迪奥999好看。迪奥九九九特别好看。对，这就是我。我有迪奥九九九。我也有。还有那个 YSL 的全有。嗯，很多地方都断货。啊！又对着我的床。能不能对你的床？没办法，它这个顺位是在这。顺位是什么？什么腿？胖吗？哎，这个其实挺好看的。哪个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只这个呀？哎，这个让我哎，这个特别像我那个，就是阿玛尼的那个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这个好像跟你那个是一个颜色。我那是十二号色。你这个多少号？八号吗？嗯。这个很像五十二号，这个你们是那腿是照出来，那腿是照出来粗吗？还是胖？你觉得我口红颜色都差不多吗？我也不知道为啥我前座老翻车，就是刚想讲，但是我又不知道。哎我忘了我自己讲了啥。胖吗？真的胖吗？他们骗人。胖吗？胖吗？真的吗？好吧，认命。我今天下午都没看到徐一人。那。但是我那个化妆包那么……看看你们这些套路狗。好了，我过会儿可能要上去找徐一人了。在你脸上，哒哒哒哒，我想等。真的吗？是，你就把东西放好呗。但是乱七八糟人太多了，你去演戏是不是？可是你女一还不给你配个助理啥的？有是有，但是，哦，对，助理。傻傻哟！助理有时候吃饭什么的。等着啊，我俩有空了就来探你班，但也不知道啥时候。你要是电影四月份还没拍完，我就来探。四月十几号之后还没拍完，我就来给你探班。你会打麻将吗？别说，会打麻将吗？待会儿要是打麻将，上去帮我看着点。我捏一晚上下来，我可能要被他们坑光了，衣服还脱掉了。哦，你们都不困吗？我们昨天晚上，对，嗨的太过了。我今天困死了。你们去睡觉吧，我现在好清醒。因为你化了妆，美了。像我们这种，这种的就比较特别了。
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是啥？这个超好吃，我给你打开来吃。就是。我这个都白买了，就用了一次。为啥？不好用，不好看啊，我觉得。我不知道徐一人找我上去干嘛，我待会儿上去玩，我再过四分钟下来上去找徐一人哦，说不定我就带着徐一人来给你们直播，是吧？什么？哎，好好吃，这是木木推荐我的，但是真的很好吃。下去。大哥家给的就有一定百分。你不是睡觉去了吗？是你吗？哦，不是你。也曾经吃吗？听话竟然露出来了。我出去了之后要买一个德仙，我有德仙，我有个姨妈色。我德仙丢了，但德仙姨妈色好干啊。哦，那个叫德仙。大钳子昨天没有说减肥，他们说德仙挺好用。我有好几只好像。你上次买的就是德仙，我记得。家里边。哇哦，看，对啊，姨妈色，给你们看，这只，哎，我就是一个姨妈色，我就是在我上次就是在那家买的，嗯，就是那个，我知道，你跟我说过，哎呦我去。不行，嘴巴太红了点，红的有点土了。擦了。不是这色不好看，是我给它弄了好几层了。今天跳，明天是我要退跑的，跟你要退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用完了，已经用完了一盒烟渣了，就是因为我要化瘀，比较热，用完了。有人说今天光很好，脸超白。哎呀，我去！真的超好吃，跟你讲，你会爱上它的。哦，我吃过。小小黄前辈学化妆吗？你有没有吃过那个翻滚的那个果冻？我吃过。是不是那个可好吃？嗯。杨贝斯，就是不是累，就是很搞笑。是旺仔的，就是在一个纸盒子里面倒了满粉粉，然后把果冻倒进去。哎呀，拜拜！我上去找徐艺人了，记住你了啊，拜拜。我上去找徐艺人了，拜拜。说不定待会儿我就带着徐艺人一起来直播了，拜拜拜拜。大家待会儿也不是待会儿见，万一待会儿不见的时候，那我就这个 flag 就立惨了。大家微博见，谢谢供养，辛苦辛苦辛苦，拜拜。